年似水，年复一年，花开花谢，转眼间已是心如进入演艺圈的第十个年头。感谢心如陪着我们共同成长。在第十个一月二十七，我们让一行行逝去的脚步复活，让一幅幅青春的风景再现，让一幕幕动人的画面重现。带着小虎牙的心如在进入演艺圈之前拍摄了无数支广告，由于心如的甜美靓丽的外形让她在接拍广告时无往不利，但是此时的心如却早已决定要朝演戏方面发展，因此她接拍了生平的第一部电影《校园敢死队》。我二十岁的时候就是自己签约，就第一次可以自己签约，然后就真正签了经纪约。年了，刚好就是我生日的那一天签的约。此后的心如又接演了琼瑶大戏《还珠格格》，心如将一个高贵典雅、温柔婉约、才情四溢的夏紫薇带到了观众的眼前。随后心如在情深深雨蒙蒙的陆如萍、鹿鼎记的建宁公主、半生缘的顾曼桢、男才女貌的苏拉、飞刀又见飞刀的月神、紫藤恋的李易桥和魔术起源的林小梅，使她的心路一帆风顺，一路长虹，让心如在短短的几年内已稳稳地坐上两岸三地实力派人气天后的宝座。心如由内而外散发出的高贵气质和精湛的演技早已牢牢牵动观众的心，她自信成熟的外形、动人的表演更坚定了心如在全亚洲的超高知名度。她的美并不是刹那间的惊艳，她就像一束百合花，美的淡雅，美的脱俗。她的笑容似能融化冰霜，让人倍感亲切。她调皮可爱，比如说上课的时候，然后她就是要吃泡面，然后吃了泡面之后，她明明是跟我是坐第一排讲台下面这个位置，她觉得她把课本上挡着，然后吃泡面老师不会发现，可是那个烟是这样一直冒起来。可能上课爱睡觉啊，成绩又不是很理想，可能爱跟同学聊天啊，然后去弄头发。他外柔内刚，没有人说过有女人味，从来没有。他们都说我根本就是个男人，骨子里就是像男人一样，一点都不像女生。真的让这位最灵性少女玩开的话，我只能说场面不容易控制啊。对，她常常会把事情闹得挺大的。她坚强不倔，大家都看不起你的话，你就不能输给人家看，就一定要自己更努力，就不要让人家看笑话，然后也不要让那些为民努力的人丢脸。她还是一个酒国女英豪，她从来没有喝醉过，连韩先生呢，韩先生在韩国还在时都喝醉了，然后她都还没有醉。预备，开始。是上天赐给我们的宝贝。今天是我生日，那你唱生日快乐歌给我听。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一个进行曲生日歌，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首先赶快许个愿吧。